就是大于 N95 的过滤效果。那它的好处就是说，第一个它很透，非常非常透气，非常非常透湿，然后很轻薄，所以我们口罩很，然后过滤效果可以达到 99%， 就是大于 N95 的过滤效果。那它的好处就是说，第一个它很透，非常非常非常透气，非常非常透湿，然后很轻薄，所以我们口罩很轻薄。那不止这样，它的寿命是传统寿命的至少。我们可以代替到24个口罩，传统的口罩后面会写说，我们可以用4到6小时。那我们的口罩基本你没有把它用坏，可以继续使用，所以你每一天可以做酒精消毒或者水洗。那跟人说一天的用量，我们是宣导是说100个小时的用量，所以100。